规定了智力长的目的，比如无论是教育局规定的智力小学每一年学费学校需要交多少的补贴，从这个学校作为您决定可以说按照规定是可以，那超出的原因也不外乎是为了提高教职员的待遇，不外乎是为了提高教职员的待遇，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教职员的根本是如何达到一点的，那本校而不是班已经有四十二位教职员六位专员，就在人高基础上自然而然的运行，原因也就在此，还是一点可以的困难。这个困难我可以更大的时候都买的体积是我们这一块地，这样一块地一次都买的体积一家都是计划建设，这是一座新设计，凡是大和小的地，凡是蓝颜色的动设施，因此这么大一块的土地而仅仅这么大一块的土地仅仅剩下这一点，这简直是这六百多平土地学校是没有剩下有学生活动的场所，那么这一块地呢台湾市政府民政中心社区，那么把这一块地买下去算了几千地啊，是我们自己的地，是万零七千零百七，让我们再把自己的地多少钱，教育局对于私立学校退费的意见满足了，在月底以前提出报告，他同时还规定了两项处分的办法，就是如果不提出报告的话，学校整个招生，如果再不撤销立案，我想关于高级展的今天报纸上宣布的他的那个，我想没有学校不尊重政府的命令，高级长的决策，我的想法可能会有很多学校来尊重，因为高级长是代表政府的命令，而且我们也双手赞成严格执行他这一次的政令，我希望高级长能够多方面考虑，就是法的问题能够多研究一下，我教育局高级长了解我们私立学校各个环境的不同，各个需要的不同，能够不同各个需要的不同，能够互相彼此加上一点意见，再支持来看一个法，我们现在教育局能够公布一下哪个学校教育局怎么超收多少，退多少，退多少，让我们你应该记得让我们有一个目标来看我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教育局第三点呢，我们也不要不知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形状，使得大家心里头感觉到不愉快。谢谢您。